陈冕，你第一棒，罗竹君第二棒，郭乐毅，你试一下第三棒，徐朵朵第四棒，然后咱们接力的每一棒的圈数也重新调整一下。 怎么了？有话说。教练，我们也练了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这每次交接的人和顺序都不一样。对啊，教练，这样一直变的话，默契好像很难练。默契不难练的话，咱们天天贪黑起早的在这练什么呢？继续，皓宇，你在前面待着，陈明。 赵浩宇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挺大的个子，你晃晃的呀！你连个陪练你都练不好，出来，不错，你上。我是陪练，但是我有资格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练什么吧？你还不敢问我来问？我们每天的棒次都不一样，马上核训结束了就是锦标赛，这个锦标赛还是今天很关键的比赛，你有把握让名吗？ 说实话啊，我没有把握让你们赢。我们是一支新的队伍，各方面都不如别人。按常理说，我们要5年才能出成绩，而且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根本就滑不出来，连个全国冠军都拿不到，可能最后遗憾退役。 这就是我的实话。野兵家训，咱们把保压在接力上，这是偷鸡取巧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接力最重要的就是心齐，心齐不是你和你接棒的人心齐，而是全队都要心齐，全队都要默契。今儿不练了。 慢点啊！哎，跟住了啊！师傅，哎，您来了，来了，你呀。 你带他们去做训练去热热身。坐。哎呦，哎，杯子掉了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加快速度，去去去，跑起来。那我给我来，哎，去吧去吧，走吧。 郑教练还没回去呢。队员们都回去了，我一个人在这坐会儿。这不太顺当啊。
人这辈子呀，不可能顺顺当当的，啊，不顺当就对了。师傅，哎，每一次你遇到不顺的事儿，你是咋想，怎么解决的？你看啊，你是冠军，我好歹也是冠军教练吧。在别人看来啊，我都沦落到在这个业余冰场上教小学生滑冰了，这就是不顺当。我可不这么认为，开心啊。就是因为你们滑出来了，现在才有这么多的孩子愿意学短道啊，你们才可以给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好苗子，为咱们国家争金夺银，多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。嗯，我觉得挺好。再蹲低点儿，哎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明天放假休息一天，教练这什么意思呀？这是要彻底放球吗？你别吓住。不是说只休息一天吗？他们来的时候也没说要放假的事啊。是啊。是啊，锦标赛也没几天了，这时候放假怎么看都很反常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你买的啥呀？我给你挑啊。女孩子都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啥都能爱吃。哦，哪个最贵？陈，这大冷天站这儿干啥呀？走，跟我进屋看。不麻烦了，我两句话说完就走。老陈，你来就来了，你这干啥呀？咱们处这么些年了，在单位咱们是同事，出来咱就是朋友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啊，哎，是这样，你也知道，我们队呢有一个队员不是退役了吗？现在正好空出一个位置。我在想哈，那个，你发现好苗子了？啊，你知道我那个女儿小敏，啊，她现在在青岛队呢，有机会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让她试试啊？啊，我知道，哎，你那姑娘，不是不练速滑了吗？又练回来了，哎，这好事啊。不过，老陈。训练的事儿我不懂，这准主意得你拿。哎，他现在成绩怎么样？拿过奖牌了吗？是这样，他们现在这个青岛队啊，正在起步阶段，没有机会参加什么大的比赛。不过这两天的合训我都看过了，我觉得这丫头还是有一些潜力的。过两天，是锦标赛。我想他应该能拿出点成绩来，这好啊。嗯，不过老陈，
你姑娘现在是青岛队的队员，我这么去要人，这脸上有点尴尬。孩子如果真能拿出个成绩来，我就豁出这张老脸去跟队方的领导去沟通要人。为这事儿，我是十万个愿意。好，明白了。这你拿着，别去了，你拿着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。先走，老陈。那这两个哪个好一点？这两款的话呢，还是建议您选这一款。这一款呢，它更贵一点，自然也就更好一点。它是透气材质的，既保护又散热。那就这个吧，帮我拿个大号的。大号的你自己穿，我送人。哟，向北来了，师傅。哎，怎么样？待的时间长吗？啊，外面那么冷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我帮您拿。哎，不用。行。一切都挺顺利的。挺顺利的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这次你这个比赛啊，我看直播了，嗯，表现不错，啊，但是我总觉得你会缺点什么，我还没考虑清楚。我给您带了点东西。啊，专门从国外买回来的。说你这孩子，在国外比赛啊，尤其关键的是要集中注意力，你还花这些心思干什么？我平时都没给您买过东西，您就收下吧。啊，不要，这些东西带回去给你舅舅啊。您就收下吧。听话。行，那。其他的我不跟您争，这个您必须得收下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专门在国外买的澳洲羊毛护膝，咱这冬天太冷了，您膝盖又不好，能用得着。嗯，好，这都成老毛病了，您。老毛病才得好好保养，我看您没事就总扶着膝盖。这个，师傅收下了啊。嗯。今天晚上在这儿吃饭啊？不用了，师傅。嗯，我今天晚上说好了回家吃，改天我请您。回家是吧？嗯。哎，回家好，回家多好啊。这些东西我帮您放卫生间吧。哎。师傅，哎，是陈冕要回来住了吗？是啊，我想让他回来住几天，这不得事先准备准备。这是咱每个人的事情，我也不能替大家做决定。但训练靠的是自觉，不是靠谁监督。况且咱们现在也是体能的爬坡期，扛过这段时间会很不一样的。最好一天都不要停，明天我去。姐，你也不叫我，你不睡得这么香吗？哎，你们咋也起来了？就是啊，挺准时啊。今天不是休息吗？咋都不下来了？提提神。哎呦，困。哇，起这么早？哇，都下来了。人挺齐啊。不都说休息吗？这么多人。哇，这么多人。哎呀，你也来了。没办法呀，我这生物钟变了，一到点眼睛唰一下就睁开了。哎，
罗朱军呢？对，要不要叫他一声？哎，我劝你慎重啊，刚才咱路过他门口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回头你给他打醒了给你急眼。那没事，我来打。开免提。喂，阿白，罗朱军啊，快点起床啊，那个大伙都在楼下等你呢，晚十分钟多滑500米。神经病啊，我已经在冰场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动物严实点啊，走吧。滚，小心点，有点滑。慢点慢点，走起啊。捂严实点啊！一会儿你就醒了。真挺滑。小心地滑啊！走走走，别滑倒了啊！别滑倒了啊！别滑倒了啊！走，快走快走。哦，好冷啊！教练，教练。哎。哎。今天放假休息一天吗？我是说你们休息，没说我自己休息啊。那我们要没来，你这冰不白交了？不白交，没有白交的冰，只要有冰就有人滑啊。第一波滑冰的人走了以后，第二批的人就来了。那咱就动起来吧，来来来，干活干活干活，分个工。行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吃早饭吧。想吃干的吃干的啊，干的。想喝稀的，有粥，有豆浆。你们吃着喝着啊。来，我问你们个问题：短道速滑和其他速度类的竞技有什么区别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其他速度类的竞技都是和时间比赛，而短道速滑更多的是和人比赛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所以说，即使某一圈我们破了记录，也有可能会输掉比赛。这段时间啊，我仔细观察了黑龙江几个主力队员和咱们队的每一个人，都一一做了对比。再加上呢，咱们野兵训练反复的训练，我反复的研究，我制定出了一个计划。来，把这笔记本给我。黑龙江队的尚威，他的特性是稳定性高，起跑速度快，路线精准，极少失误。所以在这一棒当中，我们要做到稳中求胜。罗朱军现在是咱们队综合实力最强的，所以罗朱军，第一棒，你一定要争取到优势。范琳琳，玩法激进，所以和他就不能硬碰硬，咬住不失误就行。侯思源，第三棒，你顶上。宋妍如，她的特点是善于外道超越，而且经常会有下意识的小动作。这一棒，这棒朵朵合适，为啥呀？你体格小呀，你灵活，你就卡位嘛，卡死他，卡死他。说的没错。重中之重是第二棒。我说，虽然我特别想滑第二棒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弯道技术还不够细腻，我容易在最后一个弯道给人超了。所以让我滑这棒其实是有风险的，我说对吗，开心教练？对，现在都有进步了。教练，你那天说那话，
整得我们都要抑郁了，我们以为你真放弃我们了呢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招进来，只要你们自己不放弃自己，不管是输还是赢，我都陪你们走到底。我知道，这叫丑话说在前头。反正什么糟糕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，还有什么输不起的？就是，大不了我以后给人磨冰刀去。反正冰场上又不是只有冠军，普通人还没活路了呀。我从来不后悔走这条路，更不后悔进了青岛队。是死是活，是进是退，我们以后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们最好努力一点，我可不想刚上船船就沉了。大家只要争口气，咱们这条船永远不会沉。青岛队立帅。小不点儿，来，起来啊，咱们喝点梨汤。哎呦，哎呀，好嘞，慢点啊。哎呦，还知道吹一吹啊。如果要在这一轮投票中胜出，共需要获得52张以上的票。师傅，哎，我也想看会儿电视，行吗？行啊，师傅答应你，但是你也得答应师傅啊。先睡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我过来叫你，咱们一起看电视，好不好？教练，外面有人敲门。来了来了。来了啊！哟，师傅，志毅，快乐啊！你最有心啊，这么晚了还来给我过生日。给你买礼物放这儿了啊。好。我这下班前啊，领导临时让我写个规划分析啊，这我还以为错过你这大餐了呢。没事，我来，我来。那不能，还差一个菜，马上开饭啊！哎，哎呦，这么多孩子！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这都是您今年带的啊？可不是，没说咱们这个少体校啊，扩大规模了，现在学短道的孩子越来越多了。哦，真好，这孩子们都是希望啊！我去做好罗宋汤，马上开饭。哎哎，我来，我来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看电视吧。我来吧啊！今天您过生日，让我给你露一手。这罗宋汤现在也是我的招牌菜了啊！真的假的？啊，这当了爸爸是不一样啊！哎，对，我刚才看门口那些礼物都是孩子们给你准备的。啊，等会儿啊。哎，敬业。你说这礼物奇不奇怪哈？这也不知道谁送来的，没名字。每年过生日都送啊，不光过生日，逢年过节也送。他就越不写是谁呀，我就越想知道他是谁，能是谁呢？啊？江红吧。江红啊，真是他吗？你说这孩子啊，18岁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给他过的。他就说了，教练，以后啊，每年你的生日我都给你过。他真是说到做到了哈。这孩子有情有义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。凯欣呢，有联系没有？你说这臭小子，退役那年给我写封信，说教练啊，我要去南方发展了。完了，他就没音讯了。也不知道现在咋样。邓磊，你过到点买啊？哇，师傅手势唔错喎，都几满意嘅。下次仲嚟帮衬。哎呀，多谢多谢啊！拜拜，靓仔。拜拜。你仨也没联系过，也没聚过啊。教练，教练，他把鞋脱了，脚老臭了，你快管管他。谁呀？谁呀？怎么了？他把鞋脱了，那脚出汗就肯定会臭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出汗，你们也臭啊。等着。
来看看这是什么？防臭鞋垫儿。哎，咱们给垫上。谢谢教练。从此以后，肯定没有人再说你脚臭了啊！闻闻，香不香？臭。香不香？臭。我来。嗯。哎，敬业。嗯。你那个工作单位可是个好地方啊，规划局。你呢，给师傅打探打探。你看师傅家这房子，透露点内部消息。啥时候拆迁？拆呀，可是没戏了。您这一片啊，都是老建筑保护楼，都得好好保护起来。就像您一样，也得被我好好保护，是吧？这贫嘴贫的，我还没老到让你保护的地步啊。哎，师傅。哎。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。说。我想好了，我还是想干回体育这条路。我看省体工正在张榜招教练员，我想去试试。好啊，全力支持。有没有师傅打个招呼？哎，不用不用，这点自信我还没有吗？我可不。教练，快过来呀！公布了啊！快来快来！来了来了！公布了！今天。哎哎，我马上我马上。教练坐中间。教练你坐这儿。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s in 2019 are to the city of Beijing. Yeah!你该溜子，你听不见呐！我妈知道你不容易，儿子，
这些年呀，你不是在训练，就是在打比赛，其他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妈这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你一面，有一回妈特别想你，就偷偷地跑去看你。妈看到你训练，妈知道你受的是什么苦。孩子，不花就不花了啊，回家了，妈养你。面试教练是吧？啊，是。铁军队长，多少年没见了？是啊，得有半年多了吧？这知道你在省队，现在都主管教练了。我主管啥呀？我就是带的新教练而已。行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你不是在那规划局干挺好的吗？哎，你知道的，不太合适。啊。还是想回来。回来好，回来挺好。啊，当队长，有一个，哎呀，你叫敬业就行。好，你坐，先坐，坐。哎，敬业，咱们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就这次招聘不是以一线为主。偏后勤多一点，有器械教练，就平时看看器材，然后磨磨刀啥的。啊，还有康复教练，就是拍拍腿、拍拍乳酸啥的。不用我说了，你都是老队员了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之前在省队你是队长，又进过国家队，可能心气儿比较高，要不，咱再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让我进来就行，我都能干。这段时间你的表现，省队这边是相当满意的啊。经过我们内部讨论，我们觉得你是这个空缺名额的最佳人选。啊，这份意向书你签一下。这次核训完了没多久，就是锦标赛了。只要你在这个比赛上拿回个牌子，就可以直接回来办手续了。你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，我觉得拿牌子这事儿，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吧？领队，我能不能考虑一下？你要考虑我们省队。啊。也可以，双向选择嘛。那这个意向书在你们离开前交回来就行。我还想问一下，那其他竞争名额的人呢？目前来讲，其他人还不符合入队的要求。啊，好，谢谢领队。拿到竞技名额的那个人真的是你？问你话呢？不用给你解释，你站住了，同志！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我过不去？当年的事你还欠我一个道歉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欠你。有本事你再伤我一次！
原来坑都有。干什么？你们都想打人？你再说一下，你刚才没看见吗？我看见了，怎么样？你们的队友都在，今天你们就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当年的事，你敢当着大家的面承认吗？说什么呢你？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不敢，但是你做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的吧？逃是逃不掉的。真狠啊！这么大一块儿，练短道的都知道，比赛是碰撞在所难免。我当时不过是撞了你一下，你直接穿钉刀踢了我。那次受伤让我没能升上省队，那个赛季也没拿到成绩，我什么都耽误了。你现在倒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公平吗？你是短道运动员，不是武术运动员，钉刀也不是你相人的工具。还有这样的事儿呢？你太过分了吧！你快给上尉道歉。道歉？你们起啥哄呢？我就说一句，事出必有因。你故意踢我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已付出离队的代价，我不欠你的。就是，你要是没做错什么的话，谁会无缘无故找你麻烦呀？对啊，为啥偏找你啊？罗朱军脾气不好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们也相信他不会无缘无故就伤。今天合训最后一天了，我们不想跟你们发生冲突，但他是我们青岛队的。你们要是当众欺负他，就是不行。就是不行。谁欺负他了？青岛队的是吧？你们挺齐心啊。但是你们这么帮一个黑龙江队的人说话，人家领情吗？就黑龙江队，他是青岛队的，对的。青岛队的。哎，干嘛？你们好，干嘛？干什么呀？这是黑龙江省队入队意向书。一天没走，就还是我们青岛队的人。对，对，对，就是我们队人。罗朱军呢？就你这样的，就算考核通过，水平也比不上我。不信咱就看看。就你大爷呢？接大爷干啥的？我们队呢？你这是当众搞孤立啊！孤立他了怎么着？就孤立了。他这样的活该被孤立。什么样人？怎么了？啥叫活该？你们黑龙江队又不是国家队，我们还不先进。我们队就是最强的，你想进还进不来呢。我最强的，谁给你们封的？你们黑龙江队是出过冠军不假，但跟你有关系吗？跟你们这批队员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冠军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觉得我们不比你们差，不信就比一比。比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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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跟他们比，刀术我每天都磨好。谢谢大师哥，保证不耽误事儿啊。其实，你们可以不为了我比这一场的，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。你废什么话？他们羞辱你就是羞辱我。就是，你怎么处理？我个人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冲动。不过你们要上的话，我跟你们一块上。马上就锦标赛了，我们华赢他们，就当是实战演练了。就按那天在野冰场上教练布置的战术，我滑第一棒，罗朱军滑第二棒，大师姐滑第三棒，徐朵朵滑第四棒。行，加油！加油！黑龙江加油！黑龙江必胜！黑龙江加油！青岛加油！青岛！来，将军，青岛，加油！冷静，加油！各就位，预备。我从小就滑野冰，滑野冰滑了五年吧。有人叫护城河，就像北京的护城河似的。然后就冻上，什么雪不雪的，就在上面滑，就到处找冰场滑，在河泡的那儿滑冰，在大水库滑冰，在人学校的用人学校的那个滑冰场滑冰。最早的浇冰车，好多人拉着后边一圈圈跑，把冰浇完，浇之前还得扫得干干净净。一到冬天的时候，要求这个家里头每个人家庭一人拿饭盒冻块冰，就一个饭盒都是四方的嘛，完就围成一个场地，往里一浇水就是一块冰了。那个时候特别冷。都零下35-36度，
我那时候都戴着那个脖套嘛，一出汗，然后我这一风一冻，就冻得特别硬，流的汗都结成那种冰了，都是。我有一回我的耳朵冻这么厚，是白色的，我不懂哈、啊，我就刚要这么冻，那气旁边的人就说：“哎，这教练你不能动，因为一扒了耳朵就掉了。”特别冷，也没觉得什么，就是玩，当时就是兴趣在。上学的时候都滑上瘾了，我们有时候穿那个这个一根木头板里边钉两个铁条，然后穿着它，滑到学校去。就觉得迎面吹来的风很凉，然后又觉得速度很快，就很刺激，就特别喜欢这个项目。然后冻的耳朵都通红，脸蛋子也通红，脚趾头也冻的肿了，就是喜欢。相信每一个人不停奔跑着都有一个原因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有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？曾有一片雪花缓缓落下在我的手心，落在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里从此不曾融化。也许我普通的如此渺小，也许你一直都还在寻找，可我们都曾如此真实而且的存在过，像空气一样。